可以了。第一步，先打开翻盖，放好。第二，把面板打开，面板两大拇指把它往上搬，把它放一边。再把镊子把这个轴环的扣子把它拉上来，把它拉出来放一边。再把那个大拇指左边的大拇指往外面扳一下，把那个扫描器拿出来摆好。再要那个工业酒精，把放到那个抹布上面去，把扫描器的玻璃面抹干净。然后再看这个沙头有没有松掉，把擦好，再重新装回去，把它斜一下放进去，看好底下的两个弹簧是不是正的，再压下去，再把轴环套回去，压下去，再把它扣好，这里有个扣上，再两个手指压一下，活动是不是很活动好，盖上。首先挂在上面，再压下去，再按上。